好，现在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首先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十届第七会期程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12年4月25日星期二中午12时至12时10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董尔美玲等17人，主席沈文发会。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十届第七会期第八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十届第七会及第九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及咨询事项，因民进党党团罗文美玲提案，均照议程草案及政令报告事项通过。议程讨论事项，因民进党党团罗文美玲提案通过，编列四案。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会审查，共三案。二一：请愿法第四条系属应提起诉讼之事项，未便受理函复请愿人共一案。三一：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5条。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付之请愿人共12案，宣读完毕。好，谢谢。请问委员会有错误或遗漏之处？没有的话，我们议事录就确定。接下来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立法院第十届第七会期第十次会议议事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12年5月5日星期五九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十届第七会期第九次会议议事录。23委员蔡玉宇等拟具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经济内政三委会审查，农业部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会审查，4至7委员赖品仪等拟具中央选举委员会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会审查，人口贩运防治法交内政委员审查，货物税条例交财政委员审查，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经济内政三委会审查，8至11委员杨琼英等拟具公司法、专利法、商标法交经济委员审查，海洋保育法交内政委员审查，12委员吴秉睿等拟具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交财政委员审查，13委员陈廷飞等拟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审查，14至15委员李坤泽等拟具就业服务法、中高龄者及高龄者就业促进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16委员黄世杰等拟具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17委员陈素月等拟具海关进口税则交财政委员审查，18委员黄秀芳等区公共电视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审查，19委员罗志镇等区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交交通委员审查，20至23委员温玉霞等于人口贩运防治法交内政委员审查，护照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审查，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医疗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24至27委员郑丽文等区个人资料保护法交经济委员审查，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环境基本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文化资产保存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审查，28至29委员高金素梅等据地方制度法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审查，社会秩序维护法交内政委员审查，30至32委员马文君等据特殊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审查，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全民健康保健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33委员陈若博等据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交交通委员审查，34委员刘兆豪等据国家发展委员会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审查，35至36委员赖瑞荣等据野生动物保育法交经济委员审查，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37至38委员吴丽华等据地方制度法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审查，39委员徐志全等据立法院公费处理任用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40委员陈培育等据性别工作平等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41至42委员曾任前等据特殊教育法，委员郑天才等据公共电视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审查，43委员范宇等据社会救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44委员吴丽华等撤回前提之地方制度法，拟请院会同意撤回，45至46行政院函请审议政院交易法交财政委员审查，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设置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审查，47至383财政部、农委会、经济部、司法院、考试院、文化部、教育部、交通部、内政部、外交部、卫福部、劳动部、环保署、法务部、考选部、全序部、通传会、国发会、国防部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会，384至387陆委会、运安会、书法部、立法院秘书长等函未预算决议事项交相关委会处理，388至393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外交及国防、内政等委员会函未运会交付事项业经处理或审查完竣请查抓案，民众党团提议整理一委员杨耀等据海洋产业发展条例交内政委员审查，25委员审发会等据乡镇市调解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提
铁路法、公路法、大众捷运法，叫交通文件审查；六、文鸿山案等据再生能源犯条例，叫经济文件审查；七、文陈素月等据险方之法，叫司法及法制文件审查；八、次时文邱志伟等据证券交易税条例，叫财政文件审查；政治档案条例，叫司法及法制文件审查；家庭暴力防治法，叫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文件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十一委员吴怡定等据气候变迁因应法，叫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经济、财政、内政、交通、教育及文化六委员审查；十二委员谢依凤等据中华民国刑法，叫司法及法制文件审查；十三至十五委员江启臣等据纳税者权利保护法，叫财政文件审查；农业发展条例，叫经济文件审查；中华民国刑法，叫司法及法制文件审查；十六至十七委员万美玲等据特殊教育法、太空发展法，叫教育及文化文件审查。台湾民众党党团提议增列十八至二十四台湾民众党党团据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叫交通文件审查；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叫经济文件审查；人口贩运防治法，叫内政文件审查；文化基本法、太空发展法，叫教育及文化文件审查；社会医疗发展条例，叫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文件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二十五至二十八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公共电视法，叫教育及文化文件审查；前方制法，叫司法及法制文件审查；医疗法，叫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文件审查；原住民族健康法，叫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内政两文件审查。执行事项宣读完毕。好，谢谢。现在请登记的委员发言，我们请邱委员太原发言。邱委员请。好，谢谢主席。各位同仁，针对第十届第七会期第十次会议议程报告事项、执行事项，建请照议事日程草案及各党团提议增列报告事项通过。以上。好，谢谢邱委员。现在登记发言的委员已经发言完毕，我们现在进行处理。请问对邱太原委员的提议有没有异议？没有。好，没有异议，我们就通过。那报告事项、执行事项，我们就通过。接下来，请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讨论事项一至五，院会通过予以删除。六、中华民国一百十二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七、商标法修正案；八、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条例修正案；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修正案。宣读完毕。好，谢谢。那我们现在请登记的委员发言，还是请邱太原委员发言？谢谢。好，谢谢主席，各位同仁。针对第十届第七会期第十次会议第十次会议室日程讨论事项，拟请列案顺序如下表。十一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议案名称再请我们议事同仁来宣读。以上，谢谢。好，谢谢邱委员。那其他的部分，请这个议事员代为宣读。谢谢。本院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针对第十届第七会期第十次会议事日程讨论事项，拟请立案顺序如下：十一案，一、商标法修正案；二、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条例修正案；三、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修正案；四、社会福利基本法草案；五、环境部组织法草案；六、环境部气候变迁署组织法草案；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组织法草案；八、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组织法草案；九、环境部环境管理署组织法草案；十、国家环境研究院组织法草案；十一、中华民国一百十二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宣读完毕。好，谢谢。现在已经宣读完毕，我们接下来处理讨论事项。请问对邱太原委员的提议有没有异议？好，没有异议的话，我们讨论，我们就通过讨论事项，我们就修正通过。接下来，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一、请愿法第四条之规定，系属应提起诉讼之事项二案；二、一、请愿二一立法院咨询行使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机关处理者，共十一案。宣读完毕。好，谢谢。请教委员会有无异议？没有。好，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通过。请问有无临时动议？没有。好，那谢谢。现在我们散会。